哎，开始啊，小妹，小妹，又饿了。今天要带三个妹妹们去一个搭配得上她们颜值的地方。哦，好会说话哦！你说我们是土。哈啦，壮壮带妹妹们来评鉴一个妹林区刚开的超高人气网红咖啡馆，叫做。OK， 感觉好像去鬼故事、鬼屋的感觉。OK OK， 所以这家啊、是法语花的意思，对对对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这一家的咖啡，还有它的环境怎么样吧。因为每天都看到它在 Facebook 上面刷屏，那我们走吧。好期待。妹妹们，开动啦！来一个，这个。OK， 所以你们各自拿了什么？草莓塔。哦，草莓塔。这应该是朱古力巧克力的某个东西。苹果巧克力。苹果巧克力，青苹果巧克力。这个是店内招牌。然后你们还点了什么？我们今天来开动吧！哎，导演在讲话。你们可以开始。吃吃看这里的蛋糕。我先吃。哇！先帮我拿。我先帮。这里面打开来看就是酥皮，然后一点个花瓣，然后还有就是cream。哇！我好大口，哇，流口水了。好幸福。吃点点就是很幸福。好不好吃？它好吃，反正吃点点就是幸福，没有什么口感。看起来很好吃，看起来有很多口感。口感。聊聊你们大妹和中妹，吃一下感觉怎么样？大妹一吃就草莓耶、欸。中妹和小妹，因为我只知道草莓。它就是幸福的甜点，要讲口感，没有什么口感。Oh, no.在切苹果，这个好漂亮哦！而且它做的跟苹果，里面是什么？里面的馅。小妹一口吃啊！好，等一下啊！我怎么一口吃下去呢？大姐，一口一颗苹果。怎么说呢？又跟巧克力一起，它因为它这个是苹果嘛，然后它跟这个在一起，反正对我来说有点怪怪的。我不知道怎么形容，因为它的个味道跟这个 cream 加起来，就是可能吃太多可能会有点腻。真的吗？怪怪的。没有怪，对我来讲太甜太甜。太甜。不是不好吃，还有一个是巧克力是有点廉价的感觉。Oh, no. 好，我要用 gay 掰的小花糖匙来吃这个美丽的甜品。它上面有金箔哎、欸，这一盘是2000块钱。Oh my god！哇，好豪迈哦！表示你做正确的选择。好、哦，喝茶。那这里的这个巧克力味不会这么廉价。可以，这个是可可豆的原型，可可豆长这么大。对啊。这个真的要学会吃哦，大家。好，我们来就是一二三，数一到二三，然后选一个最喜欢哪一个啊？一二三。啊！它
浓，然后我觉得啊，我就喜欢呢。这个我没有选，是因为它有点 normal， 但是它不甜，它很好吃，有点 normal 就我们就是 normal 的，太常吃了，我们就是 normal 就。啊，我先吃这个，大家都觉得还好的，可能我会觉得很好吃。2 hours later. 2 days later. 3 days later. 如果它有点酸味的话，蛮它应该要酸，因为它全部都甜的，就它全部都甜的。这个应该要酸。对，它如果是酸，然后所以这个，不服期待啊，这个试试看。2 weeks later. 这个有到标准。怎么样？这个如何？这个、我强力推荐。6 months later. 2,000 years later. 这个还好，这个有点像，就有点像 M&M 巧克力。M&M 有金箔吗？那我们来看看饮料的部分怎么样？好不好喝？你看我好不好喝？喝完了，应该是太快喝完了，你应该是太渴。吃一块蛋糕要配三杯饮料，壮壮带你来喝咖啡，开不开心？开心，因为这里好漂亮。不开心哦，因为还没吃饱，对吧？他没饱，哇！这里很棒。对，壮壮也觉得很喜欢。是不知道为什么20分钟的车程开了45分钟。等等，那而且我感觉我在坐火山车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平常在清迈常不常去咖啡店啊？很长是怎么频率？大概一个礼拜一两次。呢？我一个礼拜大概也是差不多一两次这样。我一个礼拜去7天，或者一个礼拜都不出门。7天，我也是啊，我也是。你可以不用说一个礼拜去7天，你可以说你每一天都去。OK， 所以今天我们过了一个非常梦幻的假日午后。不晓得三位妹妹们对于今天我介绍的这家店感觉怎么样呢？赞，满意，满意，还好。我们从你有什么不满讲出来，现在讲出来。还没吃饱。OK， 我们分析一点，从它整体的环境，然后餐点本身，还有价位而言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环境我给5颗星。5颗，环境我也给5颗。环境太好了，因为我觉得它这家店其实平时嘛，图片嘛。你有事吗？真实照片还漂亮多了。对，一般很多地方就是拍照的时候，照片很漂亮，漂亮。那你照了，你就会觉得但是这里是照片也很漂亮，这个、来了更漂亮了。本人比照片还漂亮。对，本人在说我吗？对。那么我们在这边周边的也可以去。其他地方玩，对，这一个咖啡的点啊，就在梅林的主干道上，然后旁边的一个小路，所以你可以在这里就有大象营，然后你也可以去皇后花园，你可以去坐 Jungle Fly， 你也可以坐过山车，然后你也可以去很有名的，这里有一个，我真讲不出来，东西很有名的景点叫做梦境啊，梦境山都很漂亮的。OK， 那。就期待壮壮哥哥下次带你们去其他更漂亮的咖啡店玩吧。大家记得什么呢？要按赞、订阅、关注、分享，然后分享小铃铛，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就下次见，拜拜。